个有鸡肉，上面这边还有猪肉，还有贡丸汤，哇，还有一颗蛋，你们的怎么比我豪华很多？这是套餐吗？套餐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有帮你们升等。哎呀，他吃到那个鸡肉了，看来应该是不错吃，这个小孩才会这样埋头苦干。他都没有时间可以跟我讲话，吃东西就专心吃，对呀，因为这样才不会呛到。有很好吃哦，你的嘴巴都是这样子，哎，脚不要放上来，专心吃哈。专心吃，我等一下要专心把这里吃完哦，然后吃完我们一起吃两元糖。我不要吃。那酱可以用来个浇粉，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。有没有说いただきます？妈妈给吗？你妈妈给吗？你在讲什么日本话？我再说一次，姨妈妈姨妈。